这里是夜听，我是刘晓，晚上十点向你们好。有一位听友留言说，相思很苦，可我还是不愿将你放下。若是你问起原因，我会告诉你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，只因为是你，所以我愿意倾尽一生去守护。恰似我爱你，没有理由，没有终点。下午三点半，阳光才照进房间，抽一支烟，吃顿早餐。心动的感觉说不清也道不明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那样一个人闯进你的世界，也不知道是否遇见了就能携手一生。但是相爱的瞬间从来都不需要计较结果，只想让你知道，在每个当下的时光里，我都想与你共度。这是个谎言。如果你曾真心爱过某个人，你会明白，人们常说的时间可以冲淡所有的思念，不过是用来安慰自己的借口。你会记得他带给你的快乐与感动，也会记得他给你留下的遗憾与失落。有些人虽然生活中无法再见，但还是会在梦中有所期待，哪怕一眼已让人终生难忘。或许比起那些与你擦肩而过没有听过名字的人，我是幸运的，因为我们的世界紧密相连过，我们拥有过一样的心情，也走过同一条道路。至于后来会怎样，我相信相遇的人会再次相遇，跨越时间、距离与年龄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，老来回望此生，仍觉得爱你无悔。下午三点半，阳光才照进房间，抽一支烟，吃顿早餐。垃圾还没扔，躺在床上不想动，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一天。偶然间发现失掉了所有感觉，也许成长只是个谎言。走出很远才发现绕了一个圈，丢失和得到的只有时间。琴瑟国风不知疾苦，身如死风问君何度。琴瑟国风不知疾苦，身如死风问君何度。凌晨三点半，睡意全无的夜晚，舍不得点燃最后一支烟。不愿想起的事不住在脑海中盘旋，离开的人啊，在没有归来的一天。
言如隔世，已是很多年，前路遥无可期，后路艰难，看那物是人非，已是过境迁，人世皆改变，无法熄灭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刘晓。